Hello， 又同大家见面啦，又到我讲古仔，你听古仔嘅时候啦。今日系2022年6月11日，今日个古仔名就系话赚钱重要定系赚快乐重要？好啦，咁我哋就开始嚟讲啦。从前咧，有一个镇里边有一对嘅小夫妻，男嘅就喺外边开咗一间公司，生意做得非常之好噶。他日日由朝忙到晚，很少在家的。個仔呢就去了一個外國的地方讀書，幾個月或者幾年才有機會回來一次的。女人一個人在家裡面做什麼呢？成日都無所事事的，日子呢過得呢就很不開心了。因為點解冇嘢做，又找不到自己的價值，亦都找不到自己生存為什麼嘛。個老公即係個男人啦，想他的老婆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，就让那个女人去亲戚家那里探下人啊，倾下偈啊，无无聊聊打下麻雀，去吃下他们的 high tea， 去 shop 下平。但是那个女人去完亲戚那里还要去邻居，日日都是这样。那初时那个女人是很开心的，但是如果日日都是这样，所有的话题讲就讲晒，麻雀就打晒，去 high tea 又 high 晒， shopping 又买又买晒，佢又开始变得唔开心啦。跟住有一日，个老婆就同个老公讲：我想开间花店啊，老公好唔好啊？喺个女人睇嚟，呢度系冇人会开嘅，亦都唔会一定赚到钱。但系个男人即系佢老公啦，就同佢讲：好啊，嗰间花店就好快咁开咗张。每日个女人就去花店去做佢嘅生意，佢亦变得越嚟越忙啦。因为开一间花店系好多琐碎事噶，来买花嘅人亦都好多，女人呢亦都忙得好开心。但是呢，过了几个月之后，你知啦，个男人做生意的嘛，就去计一计个流水账了。计一计之后发现，根本就赚不到钱的。都明白个老婆都不是读经济这一科，还赔了不少钱啊。唉，有个朋友就问他个老公的男人了：你老婆间铺头个个月系咁蚀，你仲开啊？跟住嗰个男人讲咩？个男人话：开，点解唔开啊？跟住个朋友问：你赚咗好多啊？个老公话：唔系啊，仲要倒贴添。但系跟住个老公就讲咗句，仲要系笑住口讲：钱呢就真系冇赚到啦，但系呢，我老婆赚到嘅全部都系啲开心快乐嘅日子咯。好啦，讲故仔就呢度完啦。咁我哋有啲读后嘅感语嘅，就喺度话啦：赚快乐比赚钱更重要。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，但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钱噶，有钱人亦都唔一定快乐噶。所以有钱同快乐，你拣边样嘢？问一问你自己就知道了。好啦，到我哋倾偈嘅时候啦，朋友，如果俾你拣，你拣赚钱啦，定系赚快乐？我唔知你有咩答案，你喺留言话我知啊。但系我个答案呢，我就好坦白。如果我生活基础，即系生活嗰个需求搞掂晒嘅话，我情愿赚快乐，都唔系好想赚咁多钱。点解？是赚到钱，你可以去买好多你的名牌啊，买你的衫，买你的鞋，买你好多想买的嘢。但是你个人会好空虚咯，精神上你好像满足唔到咯。但如果我赚快乐，我就唔同啦。我可能有钱嘅时候，我会去帮助嗰啲贫穷嘅人，或者系天生佢冇得选择，
而有缺陷的低智商人士，又或者到老的时候无依无靠的老人家，我会去选择去帮一些需要的人。施比受更有益，帮完人我更开心。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每天都会这么辛苦，或者就是说这么努力去为了找那些故事，找到眼都痛，我都坚持要去做。因为点解？因为我想多啲人听到啲励志嘅故事，然之后可以帮到佢哋，鼓励下佢哋，同时间又可以鼓励我。所以我会好努力咁去揾，去揾呢啲资料去同你哋讲解，然之后希望可以喺你哋心情唔好或者唔开心，或者瞓觉想听故仔嘅时候，可以去找下我啊。不求回报，只求你们开心，就是我的责任和我的使命。鼓励你之余，亦都鼓励我，香港人，大家一定要努力啊，捱过去啊。好啦，今日的故仔就讲到呢度就完啦。如果你覺得好聽的，麻煩你幫我去 YouTube 的頻道那裡去找搜尋，即是那個放大鏡呢，你就打香港人正能量勵志故事，然後幫我按訂閱。如果我每天有六七條片出的時候，你就會是第一個知道的了。然後幫我分享，分享去你的 Facebook 度啦，甚至分享去給你的朋友那裡聽。是啊，我哋 Facebook 都有專業噶，亦都係叫做香港人正能量勵志故事，你都揾到我哋嘅。分享完之後，咁如果你覺得係好嘅，或者想聽啲咩故事，或者話，你可唔可以講一啲咧開心啲啊，或者係有啲咩題目嘅嘢，話俾我知啊，留言。然之後我會好俾心機，咁去努力去揾。然之後大家一齊去開心，一齊去鼓勵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，拜拜。